就前几天在录音棚，我觉得我不是跟你们说过要练丹田、练腹肌，我说的是真的。规矩是这样的，要边踩边唱。如果中间有人唱不了、忘词了，或者是停了，音跑的我觉得有点太过分，我们重新再来，重新再来。休息个10分钟，不错，就好很多，好很多。